要在东北的话就好商量。哥，好想赞一下呗。看哥怎么搭讪的啊！你给我找个美女。阿姨，我来帮你扫。我会扫地，我之前就干这个。你山东人，安徽人，安徽的，我也安徽的，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你见我就躲，啥意思呀？长得好看。对呀、啊，我长得好看，我长得好看，你过来，我给你手机看。啥意思啊？啥意思啊？你说话。啥意思啊？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你认真点。你干嘛呢？拍照呢？没有，不是拍照的。自己摄像耽误事儿，你知道吗？不然哪有哥摆不平的人？拍一张，拍一张，一二三，石头剪刀布，我醉了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醉了，我醉了。我不服，奶奶，我不服，我要跟你再玩一次。石头剪刀布，耶！我赢一局了。我给你们买三个冰淇淋啊，但是现在你要答应我一个要求，你喜欢我吗？喜欢。为什么喜欢我？因为你太可爱了。我很可爱，那你昨天为什么还跟别的男人在一起吃饭？那是不可能的，你看错人喽。好，